小杨哥带货巧克力，称自己送过小杨嫂当礼物，却被正主当面揭穿。莫凡送饭，里面是什么呢？看好了啊，哟，一个一个的小巧克力。你买了这个吗？哎，你没有买给我啊？你听我讲，你什么时候买给我的？喂，今天是不是送了你一盒？没有，没送，他去年给我送的是护肤品，他根本就没给我送过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我你听我讲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媳妇儿最爱吃巧克力。你不要插言话题，你想送给谁了？啊， 我去年呢就给我媳妇儿，你送给谁了？去年你买的时候，我送给我拿了一盒送给我媳妇儿了。哦，我当时从我弟这拿了一盒送给我媳妇儿，他一共买了六盒，我拿了一盒，你还有五盒，我拿了一盒送给我媳妇儿，你还剩五盒，你五盒你没有一盒送给你媳妇儿吗？哎呀，我讲那五盒巧克力去哪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马上送给谁了？你不要听他，不行，你要跟我讲。滚！他是可可子，不是五盒送哪去了？你五盒你这样大牌子，现在回答你。 你送了，今天两盒的洛凡巧克力，99上车。你是不是送给小齐？你没有多少个？什么小齐？哦，对，我送给他爸给他妈了。我妈打电话给我爸。不是你打电话给他妈了？打电话给我。你不用打电话。你打电话给我妈。你给我打电话。你打电话给我妈。哎呦，烫手了！烫手了，给你买，烫手了，给手给他摸一下。 吹一下，好，看一下，你烫手了。因为我刚刚脑海里面突然想到一个画面，说你这比如说你想烫手，假如我你看你看我会怎么样？你看我怎么样？你想让我怎么样？腿马给吹一下，这样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再烫一下，再烫一下，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再熨一下，再熨一熨一熨，这，耶，烫手了，好了，那你可以回去了。 笑，胆子真大！我那天我前天晚上给我媳妇儿拉黑，她看不见我直播间。哦，哎，怪，让我干啥呀？能不能再演示最后一遍，看老师懂不懂？演示一个灯儿，给我们看一下啊。卡了，哎，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哎，他是用运这一面，然后这面也好了，那你运一下，这样运一下。 烫手了，我没烫，我烫手了，我自己吹。快搞，烫手你就摸摸，吹一下，知道吧？哎呦，肚子烫手肚子了！喂，小杨哥带货儿童秋衣秋裤，两兄弟一个裤子被撕，还有一个头拔不出来。网友们准备看笑话，却被他打下来的价格和衣服的质量圈粉。哎，疼了疼了！秋衣秋裤，秋衣秋裤，真满集团旗下的，半个一百二十八斤，把一个小姑娘的衣服都穿上了。 你给这小姨寄的结实啊，这还得一会儿拿来照片，还得见人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想留大背头吗？其实大背头一直是我的梦想。笑话就你干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从小你呕吐你。 关人家什么？对呀，踢嘛，那偷偷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拿个筷子来，随便。我哥小时候，我们两个两三岁，家里面在农村啊，没什么玩具，就是为了抢一根绳子。三岁啊，为了抢一根绳子，我哥你，我把绳子抢过来了，我赶紧跑。我跟你看，拿一个剪刀，就直接两根剪刀啊，假如这是剪刀啊，两根剪刀在这里这样插。 听到，就到腻子，我这样，我走，哎，走到我奶奶面前，啊，奶奶，我奶奶当时吓得，我奶奶腿脚不好，我奶奶这样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呀，就这样，我的妈，我奶奶吓得，我的心呐，我的个肉嘞，这样的。 我的心呐，就抱着我就我的个心呐，我永远记住我奶奶在我面前唱这首歌，叫我的心，我的心哎，我的肉哎，你说狠不狠？狠不狠？谁让你抢我跟这叉子呀？我奶奶更狠。 你说你这叉子，你肯定去医院让医生给你搞。我奶奶直接一拔，我立马直接喷血。那我奶奶也狠呐，直接拿剪，直接抱着我的心呢，哎，我的。
我说哎呀啊从小是我弟更调皮，有一次我们五六个小朋友出去玩，当时有一个大坑，上面有盖了一个小石板，我们都跳过去，我弟说这不有人走吗，我弟一走就掉进去了，一个那里面是屎坑，就当时一掉进去都不冒头了，吐了两个泡泡又出来了，两个如果屎坑是这么深啊，一掉进去一下子没人了，整个看不见了，然后哥哥救我，哥哥救我，我弟出来的时候眼睛鼻子鼻孔耳孔里面全是粪，然后说哥哥救我，就剩一条小嘴巴露在外面，你妈当时我拿绳子把我弟拉出来，好多小朋友离他好远，我把我弟拉出来用那个水给他冲，你还记得吗，差点死了。小杨哥深夜谈起家和万事兴，当你有家庭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其实我很认可，叫做爱情第一亲情第二事业第三，你跟你媳妇的关系搞好了，你爸你妈也就开心了，你爸你妈开心了整个家庭就开心了，整个家庭开心了你才会认清做好自己的事业，我以前觉得家庭最重要，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一定重要的，不听父母的那是不对的，其实你有时候要为你的媳妇儿考虑一下，爱情真的很重要，一定要把跟你的媳妇的关系一定要搞好，看到你们俩开心了你父母就开心了，你父母开心了你也开心，你开心了你家里就幸福了，你家里幸福你也有才有心思去搞自己的事业。大杨哥与品牌方共舞一曲，虽然各跳各的但却莫名的和谐，真的很配啊。刚才说了一个，你说下一个品牌方 你陪他跳对吧，你说出去话对不对，好 1,2,3 够五了，够五了，哥们！哦，看，看来我。哎呦，好帅！哦，天生一对呀、啊！刚刚杨康的小杨哥再次直播中就又发生突发状况，不得不下播。涂彦彤，叫你不要运动吧，不要跳舞。人都颓废完了，都准备下播休息的小杨哥，看到有网友要泡脚包，接下来的做法让粉丝们感动了。女人要注意包，要泡脚，泡脚人是对。注意包对，大家应该有知道，听你的专家讲了，可以多泡泡脚。这个可以买一个，这个一定我非常向大家推荐的。艾草生姜泡脚包，然后呢我来看一下这里面成分 艾草、桑枝、益母草、柱枝、鸡血藤、陈皮、生姜、丹参、独活、生井草、白芷、红花，这一袋叫69啊，69白云山的69.9块一袋，小鹅54.8块，我给你两袋60包上车。在这里祝愿刚刚阳康的小伙伴们多注意休息，不要剧烈运动，进入决赛圈的兄弟们加油，注意身体。